Yeah， 我总是醉，是一天赋，熄灭的小灰机的烟雾，但我不是逃避，但我心如，让我自己想要做别的羡慕，注定包便利把它射碎，站在刀尖也不留后退，人生在世只有一趟，那什么金色如此美。Yeah， 回头看看足迹，我打了谁的脸，深夜里抹黑完全看不见，一整夜飞过他的肩，不逃避人生不得变，二十二回酒吧太多经历过，反正做得好是帮过的人得多，问心无愧不一定能说了，看我怎么做。Yeah yeah， 把人带来我的自信，我看我不太寻找指引，已经经历了太多事情，才能找到我的指引。去任意证明的爱意，不必再有所怀疑。谁说的话我都不信，我要走的路由我来定。如果说到那落水，那笔生绝不悔，就让眼抹过眉，一生从此刻入碎。不求与人无愧，指望放造忏我悔，今想不过愧，留后人敬我一杯。我总是醉，自己天赋，轻蔑的小灰机的烟雾，但我不是逃避，让我陷入，让我自己享受，变得羡慕，竹林毛便利把它射碎，站在刀尖也不得后退，人生在世只有一趟，那什么金色都算美。Yeah， 看到他也会显得太多诚恳，哦，因为你的雨伞多了沉稳，他们很在意你的身份，你跌倒时他的眼神很冷，这个世界布满了迷雾，没人能够把你给逼哭，老人的话你没记住，这个疤痕做你的礼物。Yeah， 能够吗？不屑，当我把灰遮住夜，心飘飘流进湖面。能够放下吗？不愿回到跌倒的马路边，往事又止不住的浮现。如果说到那落水，那笔生绝不悔，就让眼抹过眉，一生从此刻入碎。不求与人无愧，指望放造忏我悲，今想不过愧，留后人敬我一杯。Hello， 大家好，怎么知道我就是丝滑过关因为一个病情，而且还在微博上艾特了小星云呢？不开玩笑了，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也很意外，我居然能够拿到冰箱，应该是最近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然后呢，我写了这首歌叫《意气风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其实这首歌就是内容也是都在歌词里面了，就是写我的自信，写我的一些想法。然后它主要是一个提供 vibe， 提供一个帅的感觉的一首歌。并没有说太多的一些什么深刻的内容在里面，然后我觉得偶尔咱们还是需要一首这种帅一点点的歌嘛，毕竟帅歌由帅哥来唱是不是就非常非常的，对吧，自恋一下。然后呢，今天也是很少见的有了这么高清的一个视频啊，借这个高清的视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歌词 vlog 暂时要停更了。停更不是因为我不做音乐了，而是因为我要集中精力去做一些更重要的更好的音乐。一个月一首歌，然后就是发布在视频平台的形式呢，对我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压榨灵感的这个问题所在的。我希望呢，我能把我最好的灵感都精心打磨，然后未来可能就是有概念的把它以集合的形式放出来，比如说做一些 EP， 就是最好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凑出一张专辑来，这样子的形式去做歌，而不是说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去一个月发一首，然后就是我还要花很多时间在视频还有一些婚姻上面，我要等待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个月一首，这个压力一旦在的话，做起一些事情来都不太有效率。所以我觉得我想把自己的时间就是分配的集中在做出特别好的作品事情上面，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就是难过，是因为我暂停歌词 vlog 系列只是为了做出更好的音乐，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个月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就是我现在在录制这期 talking 环节的时候，刚刚结束了一场我们的王者荣耀直播。我觉得自己的猪八戒还有吕布都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比起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今天玩的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希望大家每天也都能够开心，
如果我未来就是哪一天就是突然更新了歌词报，可能是我那个月刚好有灵感，或者说我很想跟大家聊的事情，很适合借助歌词 vlog 的形式跟大家说出来的话，我也可能会就是随自己的感觉去更新，但是大家不用提前过于期待，我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一个可能。然后今天就是这样子了，希望大家每天开心，拜拜。